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远古肌兽之巢。远古肌兽之巢，可以看到一进场就是呈现一个两个骷髅的状态，没错。我们今天使用的是这个铁臂正式信仰杠的铁臂正式，正统的哦，而不是仿冒的哦。这一队来讲，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强，其实这一队是非常难打的一个队伍。哎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保持不会死。不会死的状态，然后又要能够出到 CD， 这是难度，基本上现在是属于四 combo 的状态，做一个三 combo 就好。我是做四的，完蛋了，没机会出 CD。有，这样就有机会了。我是怕没机会出 CD 啊。这队的最大难度就是出 CD， 好漂亮。当有这种状况的时候，就可以准备庆祝了哈。只要不要天降哦，看着那个血量有没有？不要天降的问题的话，基本上这一队哈，只要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要做四 combo 啊，你啊！基本上这个处置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可以看到我灌下去整条都是满满的，满满的舒服哈。这个好，嘿，为什么那么多 combo？ 他死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好样的。这一队的难度就是除蓄力啊。要除谁的？当然是除妲己的，关除谁的？耶！这个两只要 K 掉一只，不然我等一下就要 GG 了。目前暗珠好像台面上还不错的一个现象。我们做一个单体攻击。单体哦。耶！一样是做单体哈。这样的威力应该是够的，刚刚好 ，perfect。好，目前的状态是属于一个还算是蛮稳定的状态，所以我决定是做这个。好，停，两康，三四五六。没关系，我们 CD 已经快出好了。这队的难度在出 CD 而已。因为妲己我要出起来，这样我才能一波爆发带走。这样就好。因为我怕我们下手太重哦。这个史莱姆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要赶快出手了，不然他就要出手了。非常精确的抓到这个血量以及攻击力。为什么转那么少颗呢？因为我是随便乱转的哈。基本上铁臂正式 CD 是用不完的。这个是简直就是一个无限 CD 的状态。随便你转，随便你用。基本上现在技能全部除满的一个状态了，接下来就是进王关了。还没对最后一关，不好意思讲错了哈。因为基本上机械兽关卡来讲，对一些老玩家来讲，难度不是很难哦，所以。为了秉持说让这些广大的观众还是有影片可以看，所以我用了铁臂正式来做一个示范。Very good, very good。不用怀疑，我是随便乱转的，所以我也不晓得那个这个关卡的是长这种鬼关卡。
哦，全体攻击啊，要爆就一起爆吧。哦，非常好的一个抓羊的现象。好吧，阿吉，来吧。靠，这两块可以塞才对。哇！哇！有看到一张卡片飞过去了吗？有看到了。当有卡片飞过去的时候，这样我有缺木吗？我想一下，我好像有缺。嗯哼哼，我有缺木吗？我好像有欸，好像有缺哦，应该是有缺哦。有缺就吃下去吧，你。好，以上是属于自杀式的取卡的一个方式的这个错误示范。好，请大家不要拿这一堆来打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好，拜拜。